今天师父来这里，是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？不是，你不是采火大吗？你又要去哪儿啊？我不管啊，这次无论你去哪儿，你都要带上我。你走了，我在这宫中都快闷死了。希儿，今后师父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。你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。 唯是希望你可以勤勉上进，不负天下苍生。你是当朝太子，不能一直依靠我，还有你的皇兄。我希望，终有一日，你可以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。师父，这好端端的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。姬儿。 你已经长大了，答应师父一件事情好吗？师父，既然在所不辞，你要永远护苏茵茵周全。我也希望你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护身边的人。护苏茵茵周全？那师父你呢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姬儿。 我要你答应我。好，师父，我答应你。 这个是恶龙偷心案的关键证据，你一定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师父，徒儿一定不会让你蒙受不白之冤的。 大人，刚才有人潜入大理寺审讯室，好像偷走了什么东西。看来这宁修蕊还真是不死心呐。咱们伏击了他，大人不怕他回来报复吗？毕竟，他绝非一般善类。若他本是孤身一人，那自然无可畏惧。只可惜现在这苏家、唐家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所有跟他有关的人都会不得善终。 所以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动吗？大人，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没想到我苦苦找了那么久的人，现在居然自己站在我面前。不对啊！ 你和苏茵茵不是必须得死一个吗？按现在这架势，这圣经第一美人苏茵茵，恐怕早就香消玉殒了吧？啊，莫成风，你真的以为这圣经之中就没人对付得了你了吗？莫成风。 莫成风，宁大人你好厉害呀！我都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，你还认得出我？哦，是不是当初把茵茵让给了你？
你感恩至今啊，莫成风！世事皆有因果报应，你伤害了这么多人，现在是时候该还回来了。宁小蕊，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，总在世人面前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一定很累吧？只有我才知道你是个残忍至极的人，莫成风。 助纣为虐，杀了这么多人，现在还不知悔改吗？该悔改的人是你，这一切的罪恶都是因你而起。我爹他一劳逸，根本活不了几年。为何你连喘息的余地都不留给他？为什么？没有伤你爹，他只是这场阴谋中的牺牲者。那也都是因为你，那些维护你的人都该死。宁小蕊。 已经死了，怎么？失去挚爱的感觉痛不痛啊？我比你更痛，你该死！宁小蕊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 二殿下，您不必多说了。
怎么觉得像是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一样？我们是要成亲的，可是为什么我看他躺在冰棺里一动不动？不管我怎么叫他，他都不醒啊！哎呀，爷爷，慢点，我的女儿，女儿啊，女儿，娘，你秋瑞去哪儿了？他怎么不在这儿啊？爷爷啊，只要你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啊！其他的事儿，等娘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好吗？啊！可是我明明已经把逆鳞给他了。为什么活下来的还是我？爷爷，不行，不哭了，不哭。他肯定是嫌我烦，嫌我宁府了。我要去宁府找他。爷爷，你不能去。夫人，你快别管我了，你赶紧把那丫头给拦住啊！小姐。二位大人，现已查明偷袭案始作俑者乃在逃犯人莫成风，与宁修睿无关。二位救无辜的人于危难中无过，反而有功。现在二位可以回家了。宁修睿就是个吃人心的龙，哪些人心不是我吃的？不是我，都是宁修睿，跟我没关系。宁修睿在这里杀了我爹，他也会在这里杀了我的。不，不，宁修睿，你救救我！没有了我。没有我，你怎么杀宁修睿？都不能骗我，骗我！
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哎，停！我都已经答应回宫住了，你还要把我绑哪儿去啊？到底？哎，太子殿下，有一件事不是当讲不当讲？哎，不讲了，是不是让我回宫啊？我自己会回的，你不要每次都把我绑得像个粽子一样，我堂堂一个太子，我还没有面子呢，你知道吗？比回宫有意思多了。 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？哎，就你的那个女侠要成亲了，是吗？啊！哎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这云还要不要了？哎，太子殿下，等等我呀，太子殿下。哎，这过年不月的，农家官舍怎么挂起了红灯笼啊？难道唐江就要续弦？哎呀，不是唐江就要续弦，是我们小姐啊，这个月初九就要出嫁了。初九这么快？ 唐小姐这么快就找到婆家了，那她这夫家是谁啊？哎，这夫家是云大人之子，云齐公子。云齐公子，果然是才子配佳人啊！这一文一武结亲，门当户对，珠联璧合呀！他俩呀，就是天造地设的一段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闪开！哎，太子，闪开！您就这么走了？在这块工作去。怎么这么不硬气啊？奇怪。哎，太子，您等等我。 看着，来这边。唐姑娘，快看看，这都是云家送来的。是啊，都是上好的佳品，这在塞外啊，可是见不到的。这些衣服的颜色，是不是过于鲜艳了？近日家中发生许多事，穿成这样，实在是不合礼数。姑娘这么说，可就太不懂规矩了。 我们云家一向是以尊者长者为大，姑娘不能因为这点私事冲淡了这喜气，更何况是兄妹家的变故，更不能因此驳了婆家的面子。姑娘平日里可能在塞外边关与粗野之人相处惯了，今后呀，这圣经的规矩礼数可得一点点慢慢学起来才是。啊，对呀，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吗？ 姑娘，这么多金银首饰珠宝，为何偏偏选这一款简朴的头饰啊？姑娘可要记住了，我们云家在圣经可是名门望族，这一举一动、财买购置，都在这圣经人的眼里，稍有不慎就会污了云家的脸面。如此简朴的头饰，云家的儿媳妇是不会用的。 给我的，嗯，谢谢。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城。 看此日桃花灼灼，一世宜家。不他年瓜蝶绵绵，而昌耳之。愿金线是安好，金心百年。
事啊？他淋着就自己打了。什么情况？你别淋雨啊！